200年一楼古厝，公视独家探索古里艺术。爱有闲心，你才有不同保持咱的产业。鹿港特有工艺土黏香裂乡土教育，是当时候的工艺师集合力量开发出来的。小吃力大功，鹿港闯出世界纪录。到了最后2800多吧，才能够破世界纪录。周五晚间8点，南部开讲在地旅行，走读鹿港小镇的人文艺术。